SpaceX 为 B-5 助推器安装全套格栅翼。10月15日消息，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已经为 B-5 超级重型助推器上安装了全套4个，每个都有汽车大小。这枚巨大的距离组装完成只有几步之遥。B-5 超重型助推器高69米，直径9米，和之前的 B-4 超级重型助推器大小相当。建成后将成为有史以来最大的两个火箭助推器之一。 B4 大部分是由裸露钢环组装而成，在助推器堆叠到最高高度后才开始铺设超过1000米的外部管道、电线、线槽并安装硬件。事实上，当时的 B4 只是一具外壳，完成全部组装工作至少还需要几周时间。